哇，这是我看过最长的披萨了，必胜客 Pizza Hut The Limo Pizza。今天开箱给大家看看，里面有3种口味的披萨可以自行挑选，副餐的部分也可以自己搭配，一共只要纽币39.99元，你想试看看吗？